通过声音是帮助孩子探索世界的一种方法。为此，您可以谈论您听到了什么，以及您认为它来自何处。例如，我听到以下。您可能会说，我听到狗叫声，我认为它在房子后面。然后，您可以问您的孩子，他们听到了什么，以及他们认为它来自哪里。如果他们听到以下，他们可能会说，我听到有人在笑，我认为笑声来自于另一个房间。如果您听到以下，您可能会说，我听到鸟叫，我认为它在那棵树上。您可以继续轮流这样说。带着孩子做这些事，会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力。